Hello, everybody， 早上好，欢迎收看嘉哥 Vlog。今天是嘉哥搬家日，哟，嗨，嗨，嗨，毫无动静吗？醒了，你跟 Sunday 一样，你醒了，你明明听到了不理我。哦，你家有一个帮我搬家的人，可是还在睡觉。我超级肿，我的天！我要用一个漂亮的相机拍。哎，女人，这个女人啊，怎么了 ，Sunday？ 你要吃饭饭？你的妈妈刷个牙好不好？今天是我的搬家日，我现在是早上8:51，我刷牙洗脸，然后起来换衣服，准备搬家了。今天要记录一下我搬家的 vlog， 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搬家的过程。现在里面在热火朝天的搬家，找了搬家公司。由于现在还没有到10点，我的宠物店没有开门，所以我还没有办法送三得去洗澡。他现在特别的焦躁不安，我跟他坐在外面的阳台上，真的是焦躁不安。真的，你还好吗？大家去洗澡的话就会好一点了。真的，没有办法，人家10点才开门。真的，你别生气哦。倒数3秒，差不多了，我可以带你去了。真的，我可以带你去洗澡了。真的。好了，我要送他去洗澡了。在这混乱当中，送猫的人要去送猫洗澡。我们的搬家日记像一个逃难日记。Please calm me down, please calm me down. 你知道我特别的自信，我今天定闹钟定了8:40吗？不是，我以为我可以在20分钟之内搞定我一切，还化个妆，然后弄个头发，然后我就想说今天拍一个搬家 vlog， 结果我刚从厕所出来，他就敲门了。我说实话，八点二十就起来了。啊？我回去睡觉。可是我叫你的时候你都没反应啊，装像学桑德一样在装听不见。因为我想要睡觉。坐坐的再来一遍，来，我们先自然的走。他刚刚说了一个很好的话题，我很会说话，可是我没有把我的相机举起来，所以重新来一遍。好，走着，好。OK， 等一下，我没办法说话。走着，来，孟娟，你知道、啊？你知道我在中国还没有像在你家外面就走一走。真的，所以那么多个月你都经历了什么？我都倍儿棒。我就在酒店里，你在酒店里面，然后也没法走路，没办法，就是没有时间走来走去啊。会不会有一种不来玩的感觉？也、yeah ，可是我还好。你不在这儿，你不是不要喝这个吗？你不是要去饭店？哎。是你的手机吧？是的。嗯，爸爸。我的爷爷叫的。Hello， 爷爷。你好。你好呀，爷爷。你身体都好吗？喜欢吗？我终于差不多大致可能感觉已经说完了，你看我的脸油到纯素颜，满脸油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家里的小小一角，就是我的这个壁炉，我们的晚饭门。Tomorrow， 早上好，新家的第一个早晨，泡菜、金枪鱼、面，看得到？我只能通过这个看到，没关系。哇哦，哇哦，看到你的脸。像以前你放给我我吃，你骂我我逗你啊。你要走了，我舍不得你的。我在北京搬到我家的时候你可以来。好呀，可是我搬家你帮了我什么？心情支持是吗？你俩好像在拍一个美食节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美食节目。今天早上我们的食品就是什么东西？泡菜，泡菜泡面泡面泡泡
骄傲，因为就是骄傲，因为我的这个衣服我从来没有，它才刚出来，刚出来，没有给别人，没给过任何一个人，我连我自己都没有穿。Thanks。你先看一眼，你打开看一下这什么东西？它对，这个里面就是睡衣啊呀，所以你可以在你的箱子里面很容易找到它。Wait, so cute, right? 可爱的衣，可爱的人要穿可爱的睡衣。你要再赶飞机了，好，你快走吧。我给你看了，欢迎下次再光临。Bye。That's good. Good job. 我想见你。